哦，长到下面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，哟，好神奇啊！你看长到这边来了，所以我哇，看好它是神奇哪呀、奇妙哈。看塑胶的东西，塑胶的嘛哈，塑胶胡子了，哎，长出来的胡子是胡须，但是它本身这个是塑胶的，是塑胶的，不是这个胡子，胡子是塑胶的，会长。胡子还会塑胶的，也会长啊。真的很奇妙啊。耶，你叫我看看。嗯，要叫内政部啊，哦，呼吸正常啊，喂，这个没有烟嘛，来来检验看是不是，真的有这一回事，结果是，一点没出来，到底是别的，为什么？就是一个问号。啊，来鉴定啊，来这是怎么呼吸会正常？因为当时也是，因为上帝纪念给你提供，哦，纪念给你，哦，这个呼吸也会长。怎么样？这个胡须要供养哦，感恩呐，哦，精力天工。哦，问题是胡须较长，然后这病病也较多，病病还多，啊，病病。怎么样？胡须的话，本来是有正面的胡须是长的，但是它边的胡须哦，有现在已经长得要跟那个。正面的这么一样长，对对对，这边就看到这边。哦，本来是旁边两边没有那么长，是吧？这边有一点点已经下来了。哦，已经哦，已经下来了。哦，已经下来了。有一撮，有一撮，有一撮，有一束，有一束。这边这个虚虚的也是长出来的，还有那个上面那个也是长出来的。是上面本来就是有一个标准上来，可是它这边一直长。哦，这个下面的这个一直长出来了。对对对对哦，这个长出来的。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边的你看长那么长哎。对呀、啊。应该是。98年。98年。现在99，对，98年。我们上去整理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上去整理，哎呀，这边已经长出来了。98年、99年，一年，他故意给你看，那边不长，这边长，对，就知道是真的长。对，哦，对，对，我都看，人家看这个可以上你的部落格。对呀，我是说这个，就是要长一边，就让你知道它。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讲解，他那边不长，你看哈，那边不长。有那边不长哈，这边长，这样让你看出它是一个是长的，一个是没长的，这样一下比较出来了。这个奇迹呀！这个只一年的时间啊，98年到99年了，97年的时候还没有哦。嗯。笑一下，笑一下，哎，笑一下，哎，笑一下，哎，亲爱的，别担心。哎呀，很神奇呀、啊！很高兴跟玉皇大帝、金面玉帝合照这个长胡须的，嗯，长胡须的金面玉帝。真神威显赫。哎，神威显赫。Thank you.
两个给它一起照，这边黑胡子，那边白胡子，这样照起来。正常前的那个照相是这样，它正常后就一面都会长很长，就会在地上。嗯。那个有请人把它剪短吗？要啊。线。不应该剪。为什么要剪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现在剪了以后还长不长了呢？长。那就好了，那就更可以补过来。对对，还好。不要再剪了。还好。谁出的这个点子，说是谁呀、啊？我们要离开了，哎，来补一下，补一下刚刚的，来补一下。王先生、王师兄，那王师兄，我刚才就是跟这位王师兄稍微的讲一下话，就点明了他心中的问题，然后这个庙的事情，他都把他点明。然后他也很开心认识佛佛，他也知道佛佛就是瑶池金母肉身的瑶池金母，他不好意思说出来，他好像很不好意思说出来，但是他知道，他很高兴，他还会再来佛堂见佛佛，还要带他的孩子来，还要带师姐来，带他的朋友来，他很高兴，很开心。他儿子是济公的儿子啊，济公的济公佛佛的。儿子啊，儿子，神明都神明仙佛都会跟他儿子同名。就讲到说，最近他儿子又要出动，已经30岁了。最近我就跟他讲，30岁了，又要开始付出。小的时候他就会做这些神的动作、神灵的动作，现在才后来他爸爸跟神灵协谈，我说现在时机到了，要付出。然后刚刚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到人家地方，就是几句话都讲得非常重点。让人家就觉得啊，通达心海呀，啊，所以这样就很快就引起了共鸣。嗯，对。他刚刚又讲嘛，说他在外面喝酒啊，他儿子就知道，他神明都知道，神明都知道，很清楚。对呀。所以这个刚一讲，一句话就讲了他的心声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出去，你也不一定要发机，也不一定要干什么，就是通达心海，广无边呐。真是神准呐、啊！把王师兄里面的话，把王师兄心里面的话都说出来了，然后他也愿意来追随佛佛母娘一起走天下，赞叹，神准！话不用多，要圆柔似水宏大道，很轻轻的，很温柔的，啊，很把那个大道就点出来了，所以叫活泼玲珑。好，好啊，先生哦。他哦，应该是在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看到佛佛了，他感应到肉身母娘的莅临，所以他带我们到那个金面的玉皇上帝那边哦，看那个胡须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容易让人家平常轻易进去的，他居然是这么大方，哎、然后开放给我们进去，主动开放让我们进去那边照相，好、哦，还那么久，他都没有说怎样，他确认到佛佛。肉身母娘，他看到那个光碟，我们刚才他说他知道，佛佛就这个他知道，你看他是修得好，是因为贤者，他能够认出佛佛。真正我们出来呀、啊，这样到处走啊，圣极真容啊，度世人，真容貌度世人，说像这种第一手报道，我们都来不及拍摄，像刚才雷教官想。